男团 NCT Wish 在上个月发行了出道单曲 Wish， 然而近日却有网友发现他们的专辑销量似乎卖得不好，引起热议。根据日本 Oricon 的资料显示， NCT Wish 的首日销量为33003张，第二天则是4213张，两天只卖出37216张，这对于大型经纪公司的新人来说是非常少见的情况，让不少得知消息的网友们纷纷表示 SM 似乎真的走下坡了，感觉是公司没有好好宣传才导致这种结果，团体如果没有特色就很难生存下去，希望公司多用点心经营啊。